梅西加冕球王，圆梦卡塔尔世界杯是传奇，更是励志故事。从事公务机的我们熟知他的私人飞机，今天分享给大家球王座驾梅西的私人飞机，就是眼前的这架湾流 G5， 比我们经常提起的湾流 G550 还低一档，是中型公务机，航程在8000公里左右，从卡塔尔飞回阿根廷需要今天加油。这架飞机的交付年份是2004年，是一个16座的飞机，有独立的卧室，完整的厨房，机组休息室是独立的，尾翼上是梅西的10号标志，飞机舷梯上刻有梅西老婆孩子的名字，彰显梅西在足球王国的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这架飞机的成交价为1500万美元。梅西购入飞机后，基地设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。2018年的时候，梅西为飞机机舱进行了重新翻修。这架飞机也曾经对外租用，平均小时单价为10000美元左右。如今捧起大力神杯的球王，曾经是家境贫寒的侏儒症患者。追梦人越顽强，命运就越友善。我们普通人看球，感受的是这种可贵的体育竞技精神。当你每天推开门去面对生活的重压，想低头放弃的时候，看看他们就会释然。相信人定胜天，相信为者长城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去哪就要切飞机的点赞。